悟到人性。能让人醍醐灌顶的不是道理，而是经历。爱情经得住考验的才是真心。与其想着看透别人，不如先好好看清自己。敲不开的门，敲多了就是不礼貌。不要害怕一个人，你是自己最大的避风港。能力范围外的事多做，能力范围外的钱少花。